各家出版社都看准了三 C 科技的风潮，推出电子书，连英国一家知名的时尚杂志也不例外，日前就宣布12月号就要推出 iPad 版，这也证明了这股电子书的风潮真的是进入流行。手指轻轻一拨，模特就换了4种姿势，甚至还可以运球秀给你看。这本代表性时尚杂志的英国版，12月即将跟最夯的 iPad 结合，五花八门的服装和装饰品，只要轻轻碰触荧幕，就能得到相关资讯。And we're very pleased with it. It's something which is completely bespoke.原本遥不可及的大明星签名也可以直接在荧幕上显现，觉得还不够特别吗？那瞧瞧这个明星居然动了起来，对着读者搔首弄姿，让追星族也能感到非常满足。正在璀璨发光的钻石旋转了起来，就像置身在珠宝展览会场一样，让人看了目不暇接。而这就是 iPad 版本主打的功能，跳脱平面的限制，让杂志能够更多元的展现。事实上，除了英国之外，这本时尚杂志在其他国家也推出了 iPad 版，像是德国版中原本后台直击的单元，只要轻轻一按，读者仿佛就进入服装秀准备现场，看着服装师为模特丈量尺寸。 iPad 版跟传统纸本版的杂志价钱相同，却能够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互动，证明了电子出版品实在是魅力无穷。